到人，咱都爱去欢喜心；听到代志，咱都爱发大心，唔通有迄个烦恼厌烦的心嘛、啊？因为呢，欢喜心嘛、啊，看人。人人拢是善呐，平安的心看代志啊，每一项代志拢是好事啊，那好因缘呐、啊，好人好事，看咱这两心，所以善恶随缘转呐。你是要看，今仔日一切都是善，善都是欢喜啊！今仔日的欢喜，这个善的缘，那就在咱的面前咯。今仔日咱那是恶作啦，那所看的人，咱心都未欢喜。啊、我心是足不足，你唔通过来烦我，安尼对人会开始呀、啊。你想，咱所接的代志，敢会真快乐呢？快乐袂起来啦。所以咱爱时时自我警惕，爱会晓念善恶随缘转，不管。什么代志都是一念心，向善的心，拢是好的代志吼。唉，那是无欢喜的心，那今仔日所做的一切呢，拢是不顺利的代志。所以啊，善恶随缘转，唔只是每天的这一天，未来呢，每日的代志，不只是现在未来，其实咱今仔日所面对无欢喜的代志，唔是现在开始，是咱过去就已经开始了。善恶的因缘呐，引来了咱今仔日这世人，咱所当着的。人事物，所以咱也会当听听呢。这道理了解啦，什么时阵接触的人事呢？咱就心平气和啦。咱来了解善恶随缘转吼，不管你碰到什么境界，上好就是爱。培养的时时欢喜啊，时时感恩，那就平安自在。